的哑巴吗？他喜欢哑巴。你喜欢哑巴吗？你才喜欢哑巴。他们说你喜欢不说话的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你先回去嘛，我一会儿下播了来找你嘛。我要守着你，不然等一下你就、那个、不是他们在你家，你来我家守着我干啥？人家都在等到你，咱就不去。你几个人真的是，人家都专门上来找你的，你现在六十你不去了？我不是说不去。你直播每天都可以播的嘛，你今天不播也不会咋的。我一会儿去嘛。一会儿人家都走了。你咋知道我回来了？我看到车了呀。看到车了，家人们，这个女孩还挺聪明啊，看到我家第八里有车，然后就冲过来了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易总去不去？我给他介绍老婆，就是说他不是一直单身吗？他一直是光棍，他是我们村里面出了名的光棍了。我把他带过去介绍个女朋友行不行？家人们，去不去？你们打一不去嘛？我不要你看他们说去，要女朋友，你看，我不要，你不要女朋友，那你想一个人过一辈子啊？再过两年就把你赶出去了。哎，你不要这个性格，你这脾气，你以后怎么找老公啊？谁要你啊？要我的人多的是，反正不是你。你看他们说去，光棍蜜你是。来，家人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家人们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。老板不缺老婆，他现在没老婆了，你看他这个样子，谁看得上他呀？左上角没点关注，家人们点点关注，家人们。40岁结婚。放心，我结婚你的红包少不了，你不给红包，我跟你说不给大红包，你不给大红包的话，你现在过去见他，我马上给你封一个大红包。不是啥关系啊，跟你这么过来拽我。好朋友。好朋友，好朋友，你把我往你那儿拽。什么呀？人家是好，人家那女孩子挺好的，所以我才把你介绍给她。人家真的挺好的，不然我也不会介绍了，我也不害你，对不对？从小的交情，对不对？走啊，不去，等等去嘛，等等去，一会儿这样嘛，我再播8个小时嘛。几点？ 你不要闹嘛，我9点之前我过来找你们嘛。可不可以？家人们，我能不能相信他？我能不能相信他？能的打一个能字，不能的打个不能。他说他9点之前过来找我。他跟我妹妹有点执着，他跟我妹妹不是我执着，家人们。人家我跟你们说嘛，是这样子的，是因为那个是人家那个女孩子从镇上专门过来，镇上哪个女孩子我不认识，你不认识，专门过来让他们两个互相看一下，人家专门上来的，结果你看他现在不去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嘛？我跟家人们播会儿聊聊天，你要是想去你就，你要是不想去你就直说，我一会儿来找你们吧，我一会儿。家人们，你们说易总他是不是不想去呀、啊？要不你们过来嘛，你叫他们过来嘛。他是不是不想去啊？家人们，是的，打个是的，不是的，打个不是。你或者叫他们过来嘛，待会儿我们去整烧烤。不需要你整烧烤，那边已经在整了。人家就是让你过去看一眼。哎呀，有啥好看的嘛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他9点会？是不是要去啊？家人们，是的，打个狮子。我你先回去。我听他们的，他们让我走，我就走了。来，家人们打个走字。就直接。来，家人们打。弄死你！打个走字，家人们。哎。你这种人真的是，我为你操碎了心，你居然这样子对我。我又不需要。他们说不走。他们是都说走。走走走走吧，走吧。我看到的是说不走。哎，你先回去吧，你先回去，我先播会儿。走嘛。我先播会儿。我等会儿再来喊你哈，不要让我喊你第二遍。好好好，那我一会儿吧，一会儿一会儿。20:20下播。这还9分钟，我问一下他们可不可以？9:20下播可以吗，家人们？好，9:20可以，9:20。可以吗，家人们？9:20。现在才8:10。问一下家人们。可以啊，家人们。不，这8:20，8:20。9:20可以吗，家人们？9:20是可以啊，家人们。8:20，可不可以？8:20，如果他那个啥的话，我再过来找他，行不行？要不再忙你露个脸吧，让家人们把你截个图下来。行不行，家人们？不可以，为8:20不可以吗？要不你那你们说多久？
那你们说几点？我还没说一句话，你要说十句话？我要听他们的，我不相信你现在。你不说你直播间里面，那你们说几点？对，露脸，露脸啊，家人们。不是先问一下他们。这样吧，你露个脸，家人们看了你以后，家人们说你去，同意去我就去，他们说不同意去你就回去。不行。行不行？你先露个脸，家人们说同意我去你就去，然后家人们说不同意。10点吗？10点太晚了。对，母老虎，说错了。说不是他们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在哪里有母老虎啊？公屏上面哪里有母老虎啊？家人们有没有母老虎啊？这不是你看这里有一个说母老虎的，哎，那个也是母老虎。你看，家人们这么多人说母老虎的，你看你自己看是不是？没有，哪里有母老虎、啊？哎，咋这么多母老虎了？对不对？你看，哪有啊？十点三十，你们都不睡觉的吗？10点去，到底几点去啊？10点还是10点半还是11点？这样吧，你这样吧，我们等一下，你让你家人们先同意一下几点去，让他们打在公屏上。家人们说12点。我截个图。家人们说12点。哪有人说12点呀？几点？你看，家人们都说12点，对不对？12点。对，12点，家人们睡觉了，我再去。11点，你们都不睡觉的吗？播到11点。你平时播到几点？我平时啊。嗯。我平时播到1点。1点。啊。你家人都不睡觉的吗？我家人们喜欢熬夜。那怎么办？那我让他们过来。对吧？你让他们过来嘛。会不会吵着你的家人们？你问一下他们。不会吵着。你问一下他们可不可以把他们带过来？可以带过来，没事。你们过来玩也可以啊，家人们。我们家人们喜欢熬夜，我们是鳌拜的兄弟，我们叫熬夜。对不对，家人们？我们是不是鳌拜的兄弟？我们叫熬夜。可以吗？可以把他们带过来吗？你把他们带过来嘛，一会儿我让我妈弄。那我就只带他，我就只让他过来，我把他带过来我就走了。不要，你全部一起过来嘛，让他。人家在那边吃饭了，那我把那个女孩子带过来，然后你们两个自己聊一下。聊啥呀聊？你跟他聊一下嘛，可以吗，家人们？我就是不把所有的人都带过来，我只把那个女孩子带过来，然后让他跟你们的易老板聊一下，可以的，打一波可以。聊啥呀，不聊。然后你们看一下，你们帮易老板看一下行不行，因为他现在只相信你们。对，带过来给粉丝们看一下可以吗？可以吧，我带过来给你粉丝看一下行不行。哎呦喂，磨磨唧唧的。你看家人们都已经帮我回答了啊。啥？他们说啥？他们说可以。谁说可以啊？是不是？所有人带过来，不行，人家他们不能过来。我只把那个女孩子带过来，我也走了。我们过了，我们那边搓麻将呢。我这儿也有麻将呀，在这里搓也可以啊。这儿吵着你了吗？这不好玩儿，我们家才好玩儿。你先回去吧，你先回去吧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再过个半个小时吧，再过个半个小时过来，行不行？行。行不行？行，好吧。你都不出镜，那你们又没邀请我出镜。这样吧，你出个镜，如果家人们同意，我就现在就下播；家人们不同意，我就你先看一下他们想不想让家人们，我们看看他行不行，看看他的鬼样子。家人们看看这个人，我们看一下嘛。对，你先出镜，家人们说你先出镜。可以啊，我出了镜就得那个啥哈。你干啥去啊？我拿个，等一下啊。啊，平时很凶啊，他跟我妹，他以前我们一起玩，他老掐人，就是他比较瘦，就是性格不好，喜欢掐人。你这个人怎么，我一走你就说我坏话呀？我没说你坏话。你干啥呀？他们让不让我出镜啊？就是喜欢这样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就喜欢这样。他们让不让我出镜啊？不让我出镜，我走了。你出嘛，出一下嘛。你出镜就帮你说话。对，你出镜。出不出嘛？那
她有老公吗？她没人要，她没人要。你再说。欢迎我上哥。咱们把他骗出来啊，再给家人们看一下。瘦的瘦瘦，他比较瘦，就比较凶。以前老喜欢抓人了。哎呀，太凶了，这种不行啊，家人们，让他滚蛋。我可不敢这么说。走过去点。我看一下他们说的啥，他们说让你滚蛋。哪有啊，哪有说让我滚蛋、啊、你乱带节奏，你在这儿，我看一下。你要把镜头转过来。我让你转了吗？他们都不让我出镜。家人们，我心里慌的一批，你别挨着我，我紧张，你走开行不行？我哪有挨着你，别挨，隔得这么远，你别挨着我，我紧张。隔这么远，一会儿枕头又飞过来了。没枕头了。他们说你头发很乱。看看母老虎，他们骂我是母老虎。那我不出来了。你不要这样，你先回去吧，你先回去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先回去吧，你先回去。我走了哈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我一会儿来找你们。行。快点哈，不要让我们等太久。好好行，你先叫其他人嘛，你叫一下其他人嘛。没其他人嘛，就几个女孩子，人家那个女孩子专门上来的。我信了你们的鬼，坏得很。人家专门上来找你的，我走了哈。好，你先走吧，你先走。行，你快点啊。好好好，等一下要是你那个啥的话，我就那个啥。好好，走了。哎呀，呵呵，吓死人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我跟他们待在一起头疼，就我说一句话他们要说十句话。对，终于松了口气了，直接就冲上来了，刚刚在下面吼。这个女孩子比我小多了，她比我小十岁，他比我小十岁。他应该是2002年或者2003年的。比我小十岁。我读初中了，他还在穿什么呢？我读初中的时候他还在穿尿不湿。真的家人们。我读初中的时候他还在穿，他还在穿尿不湿纸尿裤。喜欢这种我不喜欢，不喜欢这种。真的，咱算一下啊，我读初中他还在穿纸尿裤。听声音好像牙医，我不认识啊。